小火锅呀，一直问我这个海肠在水里咋游泳啊？今天给大家拍一个，嘿嘿，这东西啊，在我们本地叫海蓟瓜啊，比海参还要大补。古代皇帝吃的味精都是它提炼出来的啊。抓过的扣个一，喜欢大海的评论666，路过的朋友帮忙加个红心啊，这个红心都是免费的啊，就给一个吧啊，鼓励一下啊，加个红心啊，再加个小关注，一起带你赶海户外抓海鲜。马上直播赶海，记得有空来围观一下啊！好好好，好嘞啊，挂了啊！好好好，来了小伙伴们啊，刚才抓了一只八爪鱼啊，抓八爪鱼要有赶海经验，加上运气啊，又发现一个洞穴，再徒手再掏一掏啊，不知道有没有货啊？今天运气不知道，哎，有货，又一只。如果你连 WiFi 情况下，请求给红心，流量话就不要了啊！加个关注，看我晚上直播。来吧，朋友们，有很多老铁让我抓个大龙虾，我这实在也没有办法。从家里带来一个大龙虾，这个大波龙在吃的时候，咱首先得给它排排尿。进来的朋友们，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的话，请给老弟一个双击加关注，看我直播喽。Hello， 老铁们，昨天凌晨1点多，有个小哥哥私信和我说，他和他女朋友分手3年多了，想看一个解剖像爸爸的视频。我的个妈嘞，咱刚刚挖了一个，你就让我解剖了。助人为乐，乃快乐之本。小哥哥，你还在吗？如果在的话，给我个双击。喜欢赶海老铁们，看我赶海直播喽。啊，兄弟们。咱们今天走到海边呀，发现了一条搁浅的大鸦片鱼哟。今天又是三八女神节啊，它疯狂的在这个水里示意的向你们要双击的。今天老铁，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，请留下个双击，加上个关注，看我大潮正在直播中。